第一次的时候，我们在2021年六月份是在新疆阿尔泰山国务林管理局清河分局的小清河营林区。棕熊一般都是褐色或者灰褐色、棕色嘛。那这次就是说唯一稀奇的就是拍了一个白色的全白的。你这个呢是背对着相机走的，在这散步呢。